看到了有的国家呢，总是那样的不得平静啊，这就是人的无明啊，智慧清流的华呀，流不入这烦恼无明的欲望所覆盖的这样凡夫的心态。所以我们的人世间不都是因为呢凡夫啊这样的无明心态所覆盖的，所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这意外的无常事，是意外的，是人为的无常事啊，造成人间苦啊，这都是呢很这复杂的人世间，所以浊气重重哦，唯有呢这人性之爱才能造福人间呐、啊！看看呐、啊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业门呐、啊，也是呢，常年累月都是在战争，战争，战争，一直呢影响到了这个农作物啊，加上了气候不调和，所以已经呢。整个国家社会人都已经陷入了这样的穷困啊，无不都是看来像人间地狱一样的苦啊，哎呀，苦难事多，但是呢有爱的能量可以看到了温馨的社会啦，许许多多啊，爱的能量哦，也都是令人感动哦。这要做善事，成为人间菩萨没有困难。看到的菩萨在高雄哦，那一位黄居士哦，他从年轻都是很坎坷的，但是他也很善良。只是脾气不好而已，那心都很好啊。他又成家，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呢是重残疾的孩子，但是呢往生啊，加上呢上班，他的公司啊已经移到大陆去了，又失业了。后来他的太太又跟他呢离婚了，就在这样的重重打击，从此开始他流落无家可归啊。我去以较早吼，客户所得拢放伫这个公园内底，遮吼暗时啊，拢放一张，啊透早就来遮整理回收去卖安尼。啊，用用的时阵，拢暗时啊十二点的时阵，就来遮洗身躯啊。啊，我做拢用这个纸啊洗啊，啊，用这个纸啊洗哦，啊，用一块迄种迄个塔的吼，啊，水就袂流嘴啊嘛吼，去操场遐吼，遐人工顶较卷吼，较无板啊，啊来坐咧安尼，我也无食薰，也无啉酒，也无啥，我太近来遐变讲的变安尼，我唔知啊。他自己是肝病肝硬化的。无家可归啊，在这样的生活很坎坷中啊，还有身体不好啊，这样的个案呢，因为他一场病送到医院。那当时接到的个案是急件，就是上面的访视记录就说这是一个肝，他那时候上面是写说医院建议要换肝，就是可能需要换肝的一个个案，所以我们接到个案就赶快到医院去看。那当时看到的状况之下也很不舍啦，因为他就一个人躺在病床上。那后来真的也很幸运，就肝指数一直在降。从他的字里行间，我听到他的担心呐，一共哈一换那一波汤短，
这个一定人出院的时候都没跟我说，幸好那时候在访谈的时候我给老爹他这一点，就赶快打电话去追他姐姐，我说这个黄先生现在人在哪里啊，他说哦，那两天吼出院两天啊啦，啊都四界去流浪啊。因姐姐意思讲，因生活嘛无好过，所以嘛无法度帮忙这小弟解债啦。啊，不过看伊安尼拄好出院，所以吼，当个甲因翁参详讲借伊一条钱，互伊住伫附近的饭店啦。我一听我就赶快说，啊，你赶快讲伊住伫倒一间饭店，我较紧来甲伊联络。我就去找迄个饭店的老板娘，甲伊讲。你是不是通融啊？因为真的是一个艰苦人，啊，伊在你这厝找真的是入不去。安尼讲好啊，你若有所在要互伊住，啊，恁带去，啊，今仔退房，今仔一工退房，阮就卖家算伊的押金。我得较紧出，拜托师兄载伊来看这间房间，看有介意无，啊，带伊来陪伊来，啊，伊得看看，伊讲哦，安尼这个房间伊会当接受啦。啊，我讲安尼好啊，啊，房东。会当接受，阮着较紧的来环保站改，咱环保站弄一挂洗衣服的新的全新的床单啊什么，阮着较紧改款款的，啊，甲房东讲好，厝水较紧改立立的，帮他呢租一个房屋啊，让他可以呢永久安住下来，我们帮他付租金啊，开始呢辅导他要改脾气啦。最重要的让他安住这个身心啊，可以安住下来养病啊，啊也慢慢开始呢来引导他，他也一直呢可以接受慈济人的辅导，脾气改变了啦。阿里会有吗？你伫个顶港迄公交款的朋友哦，收拾好未啊？这伊个正月二十九迄天，正月份嘞哈，啊你六半单嘛，所以才600块。啊，感恩啊！啊，再一个就是平常。你健康人生素报。感恩。人生什么上重要？做人好心。好心健康啊，好心无健康，啥物拢免讲。所以虽然做认真做，身体爱顾。来，我一直来。第一项健康做，爱念念出来。健康做，欢喜笑。欢喜笑，做爱欢喜，知无？若无欢喜做，加做诶。你做认真做，啊，我就烦恼你的性格，啊，你得爱改。有啊，我开始做。一定条条改啊！我一定会逐条改。我拢听伊个师姐的话啊，我做因为伊讲我拢较注重伊个话啊。哎呀，第一句的话，伊教过我拢记伫在心内，但是吼，有时拢做袂到，你知道吗？做袂到，得爱做得到，咱爱家己提起咱家己讲。对啊，我拢等于差不多嘞。我今仔日比上个较好。对啊。在这样的生活中啊，就是完全改变了过去流浪无家可归的生活，这都是人生。现在他过得无意念呐，无欲念呐，还是呢这样的安逸的度生活。那不是这位生命中的贵人呐。慈济菩萨用爱心不断的追踪，然后呢帮他呢这样的安住下来。他也说啊，师姐讲的话也接受吼，那就这样的改变过来了啦。这是无缘大慈，就是无缘的人呐、啊，跟咱无关无系无缘无果啊。可是呢，那样爱的能量啊，帮他走出啊，那帮他呢安生活，这都是呢菩萨。虽然看来这样的个案是很平凡，那一种呢锲而不舍的关心，真的是不简单。这就是一念心，虽然呢、啊、不是很坚毅的，可是呢。那没有这一念心，你也无法救这样的一个人。这都是我们要培养这一份的慈悲心啊！
诸佛菩萨发心立愿呐、啊，都是呢，就如这样的发愿，发愿让人人呐、啊、都没有困境，没有遗憾，尽量我们付出，人人平等，他也可以在人群中啊，跟人呢、啊、平坐平起哈、哦，还要呢。苦济拔以复为说法，这都是尽最代际，都是这样的付出，这都是慈济人，这就是菩萨。所以呢，要做菩萨并不困难，就是这么的简单呐、啊。